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力，我在山东。今天我们要去干大事了。我们这些之前不是创业嘛，搞什么芭比娃娃，这会儿没卖出去，囤家里头。我们联系了一个地方，可以让我们帮他把它卖掉。哟妈呀，你干啥呢？快干活呀！哎呦，这钱骗，快搬东西！干什么干呀？行，天天搬闲着在这，快点。妈，那天嘞，要干什么呀？没要命啊！哟，叫你干点活，你看你。看。哦。姥姥，你不用，我们来行吗？啊，辛苦姥姥，辛苦姥姥，快搬着吧。哦，够拿一个就行了。你看，我们一出门就是一家人，所有人都要一起出门。顺便过来取个快递。行了行了，这就放下了。反正那些玩具放在家里面也是放在家里面，还是占地儿。然后我们就想着让他们给我们卖出去，然后我们再给他分点钱。不是，你这是猴子猴子的，猴子猴子，你心眼太多了你。哇，这个花好美呀、啊！来喝个牛肉汤。我们一家人一出门就破费的很，这想吃那想吃，天天下饭馆。牛肉汤也出来了啊！就是那种小咸菜，这个说是韭菜花子，这是豆瓣酱。什么什么刚结婚的小两口？你太好啊，小花子。刚结婚的小哥，你还很会说嘞。这不是、啊，回家了，妈妈搁那洗衣服呢。外面太热了，你们都不知道。那今天就到这儿啦，拜拜。